后面在哪里？左边有只狗狗啊。哪里？这边有猫咪啊，走走。我还有些猫咪住在这里。这里有只。好想它。啊啊！在这里，惊讶了。喵！喵！小鸟。走。啊，这里还有一只兔兔吗？啊，那里那里，车顶上有两只，快点，小条小犬来走。哦。自助餐的是怎样？你在叫什么？喵！喵！这个车主听这边，他会想哭，对不对？是小卷叶。喵！猫咪呢？它躲下去了。喵！喵！那一只是小卷啊。啊！那里！啊！在那里！啊！走啊走啊走啊！一阵混乱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小条小卷，好可爱哦。那两只是小条小卷，对不对？是小，对吗？对不对啊？猫的六。几只？六只猫。七只还是秃头猫没有算？没有，只有六只猫，因为猫咪没有那么高。猫咪没有秃头的呀、啊？对啊，猫咪没有。原本七只变六只，哈哈。松鼠啊，来找松鼠吧，来去找松鼠吧。在棵树上。小声点。在，能看到。哪里？尾巴在动。有没有看到？尾巴在动。在哪？在那里树那里啊，有没有？真的。看到吧？就那个两个树根这样子交叉那里。他都不怕哈、哦，好，走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打扰他求偶了。这水龙头可以打开，对不对？好，走了，等一下我拍张照好了。对，这个没拍过，对不对？切两只。你们看这棵树。也不是这只。不能打那个。下课了，回家了。青蛙被踩了，好可爱呀！他对你，对姐姐你感到很感冒。我才不要被他打喷嚏。他是不是看到中毒的角落生物？现在不是草皮吧，这是随便的杂草而已啊。这个呢，这不是那种韩国草啊。这到时候会不会长香菇啊？没有 B， 哦，有。应该会摔。嗯。我到可以去旁边再进回来拍水。啊。
这里是妈妈发现眼镜蛇的地方。所以现在这种天气太冷，它不会出来。它就出来，然后我们就这把踩没有。眼镜蛇你不敢踩。对呀、啊，你蚂蚁都怕了，还敢踩眼镜蛇？你真的敢踩吗？我不敢踩。啊？要是身边有椅子，就把它靠下去。不行的，眼镜蛇会先咬你啊！看到蛇就赶快跑，知不知道？不要想要踩它。蛇也爬很快。蛇是粉红色。我是这个的。你要跟它跑不同方向，你不能跟它一起冲刺百米啊，对不对？啊、那蛇要跑走，想说你怎么在后面一直追它？可是你对啊。可是你被眼镜蛇圈，你走到哪，眼镜蛇就跟到你啊。不，眼镜蛇也会怕人，它想要跑走。对，所以你不能。要是原本在操场，然后眼镜蛇原本是在后面追你的，结果跑了不久之后，你张开眼睛发现，结果呢，你在追眼镜蛇，因为眼镜蛇已经怕比你跑得更快，怕你跑走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不敢过去啊？蜘蛛丝啊，蜘蛛丝很强韧的。嗯，他用针把他的蜘蛛丝穿在那个叶子上，然后把它掉下来。他想要钓鱼，看有没有小猫咪想要去咬的。蜘蛛丝黏黏的，看你拿那个，你看，好像越来越大。啊，对，好大一个。那个？那个蜜蜂窝。啊，怎么那么大？哇，超大的，好像一个大肿瘤。我们学校，这是蚂蚁窝吧？蚂蚁窝啦，那看有没有蜜蜂在旁边飞啊？就是蚂蚁窝啦。蚂蚁窝是想要咬你头发。这种一看应该都是蚂蚁窝啦。又有蚊子想要咬你头发，可是有蜜蜂在那边飞呢。是啊、喔。对啊。有蜜蜂在飛、啊。哦，有没有蜜蜂在爬嘞？它是真的是蜜蜂吗？哦。走吧，赶快爬。遇到蜜蜂虎头蜂的时候怎么办？先喵喵攻击它，遮头。错，你要跟他讲说，今天是礼拜六，礼拜天不上班不做工。因为嗡嗡嗡，我们一起去做工，他们一起去做工。礼拜六、礼拜天不做工，他们就不会来咬你了。我听到上。但是他听到我面前，我就说嗡嗡嗡嗡嗡嗡，你们今天不做工。但是他停在我面前，我就说阿里蹦蹦阿布布，阿里蹦蹦阿布布，布比布阿布。以前妈妈还是那个，以前妈妈。